对，所以刚刚其实红林跟易凯呢，你们两个刚从济州岛回来拍你们的婚纱照，对，为什么会去济州岛啊？没有，因为济州岛我跟我们，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，所以我就选择济州岛，而且韩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第一次跟他的家人出国就是去韩国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想到如果这一次婚纱照我们可以去韩国是挺不错的。嗯，就是对你们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事。对，那既然你们已经拍了这个婚纱照哦，你们已经想好你们的婚礼要在哪里举办了吗？想好了，可是不告诉你。小小声的问一下，是跟韩剧有关吗？ Wow. 去济州岛？没有，还是不是跟韩剧有关？韩剧就是浪漫的吗？啊，会不会看了韩剧之后想要去韩国拍一个婚纱照？会看了我们的婚纱照就会想要去韩国。哦，看了你们婚纱照才想看韩剧？对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